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取得成功，然而很多人经过努力以后依然没有成功。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人经过奋斗都能够如愿以偿，那是为什么呢？不是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们不够勤奋，而是没有找到成功的系统方法。根据无数成功人士的经历印证，成功等于品牌加系统。当你把握了一个好的品牌，在拥有一套优秀系统的时候，你成功的几率就比其他人要高很多倍。在今天这个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各行各业此起彼伏，争相斗艳，有的曾经风靡全球，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今天，这些企业变得不堪一击，有的甚至一夜之间濒临破产。而取代它的新兴互联网企业，甚至还没有任何知名度，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雷尚杰斯环球公司就是这些新兴企业中的超级幸运者，是一个典型互联网时代的趋势性优秀商业模式平台。2009年9月成立至今，凭借全球领先抗衰老生物科技产品，3年时间业绩跃居全球网络市场第78位，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互联网企业。是什么造就了杰斯企业的辉煌成功呢？一切要归功于杰斯公司背后一个伟大而又成功的市场运营系统 US 全球创富系统。该系统于2009年由著名的美籍华人 Kimi Hui 一手打造，历经4年，带领着他的商业团队建起了这个系统，创造的奇迹。4年成就了无数个美元百万富翁，同时圆了世界各地无数朋友心中的梦想，也帮助到地球上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拥有和共同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全球系统，让我们抓住机遇，重新规划我们的事业蓝图，实现我们自己人生的伟大梦想。
那么，但是呢，在传统的全世界都一样，在传统的环境里面，要去创业，就有两种方式。那像我就是用最笨的方法，我当初呢3次创业失败，就是用我自己的思维跟想法，用摸索去当老板。当然，摸索当老板，并不是说不会成功，但成功一点都不少，各位认同吗？所以说呢，最笨的就是摸索当老板，因为当你在投资的一笔大的资金之后，你可能因为时间、环境的影响，不如你当时现在的实力的领取，各位认同吗？所以现在比较聪明的人呢，他不用摸索当老板。他想用什么？用系统来怎么样来开店？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加盟开店，在我们台湾呢，有名的呢就是 7-Eleven。那全世界有名知名呢就是什么？是麦当劳。麦当劳呢，它就是一个加盟的连锁店，是它传统的店形式，对不对？那么加盟开店，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怎么样比较能够完整、能够成功的系统，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怎么样要创业呢？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什么一个模式来加盟。但是前提来了，各位，假如你今天不管你是要摸索自己创业也好，或是要加盟开店，你首先必须要准备资金。各位说对不对？现在你有没有呢？这还是重点。而且当你开下去之后，因为环境变迁。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的回收是不是很正常？好、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各位来分享。那刚刚呢，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成功的密码当中，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成功人，全世界一般的成功人，他们之所以成功，他们是不是掌握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就是平台，一个叫系统。那我告诉各位的，就是说，你要成功，真正要成功，真正的关键还不是只有平台的系统。一，需要掌握到一个真正的实体平台。那什么叫做实体？实体是现在、当下和未来最流行的商机跟趋势，那叫做实体平台。好，所以你要掌握到真正的商机趋势的平台，才有成功的什么条件。当然。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掌握到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必然是一个被验证过而成功的一个完善系统。当你掌握了这两个系统，你比较容易成功，各位认同吗？好，那么当然现在呢，通过今天下午呢，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要给你介绍这两个真正成功的关键。第一个是当今最实际的平台，今天跟各位推荐的就是我们美商趋势9.10 Pro。哦，这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哦，那么为什么它是当今最实际的平台？我们可以呢大概来评估现在跟未来的商机的趋势在哪里？哦，那么目前现在市场的需求的商机趋势来讲的话，各位一定非常的认同，抗衰老的时代是来的。现在的不论他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个人不怕老？不怕愁，然后不怕生病，怕疾病的，怕癌症的，应该有的哦。所以说，将现在跟未来追求抗衰老是一个什么？哦，那第二个呢？当然，每一个人、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人，每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努力，都是希望拥有财富上真正的，可以说是不是？那什么叫做财富上、经济上真正的？简单的讲。也就是说，当你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不愁时间、不愁钱的时候，那才是真正财富的情况。这个就是目前全世界市场上真正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真正的趋势，各位认同吗？那么美商趋势呢？今天呢，它可以呢，可以符合你的需求，这是非常棒的啊、哦。那么首先呢。我们现在了解电商趋势，我们的创办人，啊，那创办人呢？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男的是 Randy Ray， 啊，那我们的女老板呢是叫 Wendy， 这两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有默契的一对非常慈善的这样荷兰人格，他们已经退休过钻石了。那么本身的 Randy 呢，现在目前在美国是500大经理。那我们的 Randy 呢，他本身就是在去年呢被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女强人。那么他们本身呢，在全球的通路的管理系统呢，有超过20的专业，所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专业。那美商杰士森由他们在4年前以前呢来做一个创办。那么在创办的过程当中，通过10年的努力，我们整个的美商杰士的整个的领域从一个国家现在扩展到将近100个国家，全球有将近20几个公司跟海外的什么物流中心，就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发展。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的发展？除了我们有专业的经验之外，最主要是我们美商其实通过这两位老板，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创新的交互式网购的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它主要呢是为我们这些一般现在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怎么样？除了消费的平台之外，还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创业的网络系统，这叫做交互式。那么交互式网购的概念，就好像是我们现在讲，因为我说过网络时代已经来。每一个人都会上网，因为上网网购是现在的未来的趋势，因为生活习惯改变，消费行为改变了所以说呢，那么一般在网购的平台，中国大陆来讲像淘宝网，台湾来奇摩，这些的网购呢，基本上呢，我们对他来购物只算是消费者，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参与财富的分配，可以说是不是？那美商杰士的我们的老板呢，他们就是创造这个交互式的网购。是让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还能够成为什么？成为这家网店的老板，成为消费商，这个就是所谓的交互式网购。所以在美商杰士创办的这个平台，当然你可以当消费者，你也可以当消费商，同时在网上消费的同时，还可以网上创业，网上连锁，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平台。这是我跟各位来解释美商杰士的商业模式。好，他说过了。那么为什么美商杰士能够符合了我们未来的市场的趋势？因为在高端的生物科技里面，美商杰士拥有目前现在和未来领先科技业界5年到10年的高端的抗衰老生物科技，这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个，我们知道要拥有财富的需要拥有什么通路，这是比尔盖茨说的，对不对？那么美商杰士今天提供的更棒是全球性70亿人口的通路平台，所以你要创造你的财务的自由，那是跟你轻而易举。那美商杰士通过网络系统，优质的网络系统，就是提供给你的全球性的通路平台，这是美商杰士真正的优势。当初为什么要参与在这里？那么再来，我说过了，有一个好的平台，好的公司跟我合作，那当然我们刚刚也在讲到，我们是在领先业界未来5年10年的高端的抗衰老生物科技。当然呢，我们可以拥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什么医学顾问研发团队。那首先呢，我现在介绍这一位叫做纽曼博士。纽曼博士呢，他就是呢在掌握我们未来的什么抗衰老技术的一个真正的实行者。他专攻20几年来专攻成人干细胞的抗老化技术。所以说呢，他本身呢在美国的 LA 国立山庄呢，他本身就开设了一个医学诊所中心。他也是呢在这个全球的权威的医学专刊里面担任急性外科主席专著家，在获选剑桥名人堂，是美国非常杰出的一个实业家研究家。那美商杰士呢，今天是由外而内的所有的最高端的这个保养品它研发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而且是专利的技术。那这位呢，要介绍的这位呢，就是温森基恩爸爸。那么，由我们美商杰士所提供出来，由内而外的所有的保健高端的保健产品、抗衰老的产品，通通是由他研发出来。那他本身呢，非常有资历，他是美国抗衰老医药学院的创办人。也是美国抗衰老学业的那么目前任职美国的
太空总署 NASA 的机构。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那些太空人，他们的所有的营养补充、营养的照顾，通通由他来做研发的啊、哦，所以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博士。那目前呢，著作的有20几项的有关于抗衰老、专利跟基因抗老化的这个专利啊。那么你看看，我们微商其实所有的研发的产品，高端上通通由他们来把关，所以呢，我们都非常的幸运啊，非常的幸运的啊。好，那么透过了我们的医学团队呢，他们研发出来的，我们美商其实为什么敢讲是全世界最高端的抗衰老的生物科技的商品？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跳脱了过去所有传统行业的保养保健品的瓶瓶罐罐，是营养补充或是填充式的，我们已经做根本的呢，对人体的根本的细胞做优化了啊。各位都知道，我们人体是由60道细胞构造而成，所有掌控到我们的生老病死疾病，根全部跟细胞有关系。所以我们呢，美商其实非常的注重这一点，我们从根本做出，从你的细胞，让你的细胞透过我们的修复活化跟再生，让整个不能够细胞再生的话，你的身体机能就会什么，就会年轻，甚进而呢延缓我们的老化。增长我们的寿命，更棒的是它可以每天呢促进我们能量的增长，让我们呢保持有充沛的能量的能力，这个就是真正美商最大的优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第一个促进再生来谈起。我们知道在座的全世界的女性，我相信每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他不爱漂亮不爱美丽，所以说呢，美商其实今天透过促进再生呢，也是透过我们鲁曼博士所研发出来的最新的成人的干细胞技术，它最主要的功能跟一般传统的保养品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所有的研发出来的产品不只是修复，我们能够做过什么？做到让你的组织细胞新生、再生，所以透过唤醒肌肤的活性呢，然后让我们整个皮肤。不但可以拥有美丽，还可以拥有青春，甚至讲逆转。那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研发出来的产品呢，干细胞的系统叫做 Luminous， 简单讲非常的简，使用简单，价格又非常的便宜，所以说呢，它打破了传统的瓶瓶罐罐啊，我们简单的四瓶可以比所有的瓶瓶罐罐啊，所以说简单有效啊，所以呢就大家都能够非常的简单的来使用，这是我们这个对于促进再生的干细胞这一块的所有的产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简单的把我们这个产品做一个见证啊，一张的见证。那么这一张呢，就是在使用我们的旗舰的产品，就是 Luminous 生长因子干细胞呢的这个女性呢，她使用了19天之后的改变。左边呢是没有使用，她觉得整个眼。脸带是黑的，然后眼皮是下垂，但是呢，用了我们19天的精纯度之后，他发现整个眼袋不见，整个皮肤变金丝光亮，就是这么神奇啊！就是精纯度，它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是活化的再生，真正的变的。另外，下面这一张，这张呢是我们印尼一个华侨，也需要我们现在很高聘的一个领导人，他非常有勇气的呢。在刚开始还没有见证的时候，使用半点点。啊，那左边这张呢，是在一个医疗仪器，透过了10个礼拜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呢，直接照射到他的皮肤的基底层。那么右边呢，是他没有使用的。我们知道，一个没有使用这个我们的干细胞，一个年龄大的一个仪器，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肤呢，胶原蛋白跟弹力纤维都会流失掉。才会变薄啊，所以说当医疗仪器照射下去的时候呢，直接看到它的微型块啊。那左边这个非常的神奇，就是使用10个礼拜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大量的白色斑点，白色点，这个就是胶原蛋白。我们美商其实的干细胞会自动的使我们的皮肤生成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所以呢，整个皮脂层的变厚。所以呢，很化学，我们右边的相片上，左边就是。使用过10个礼拜的，右边没有使用，发现皮肤的差异很大，整个脸歪了一边，
把英文不见的皮肤变得紧饱满有光泽，是最好的颜色啊，这是我的产品部分。所以说呢，在座的我们所有的颜色头发，不管你是男是女，我们知道人生当中要老化是无可避免，但是呢，假设今天有一个非常高端的生物的科技的产品，它能够让我们延缓我们的老化，让我们的老化重新定义，让我们逆转，让你现在能够透过我们的产品使用三个月到半年，让你能够你的肌肤年轻20%到30%，那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好的产品，可以说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希望在正常的老化过程当中，如果你是50岁，但是你又看起来像40岁，那是不是一样？当你到70岁的时候，你的外表看起来像70岁的肌肤，到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一样？然后你再去想想它背后的商机是不是很大？哦，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得到青春美，还可以什么帮助他们创业，这是非常大的啊！这是从由外而内的一个商品的部分，我们大可以们所研发的 Novus 的干细胞系列保养品。那当然，外在细胞要修复，要美化。那内在的细胞器官要不要做保养？当然要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呢会提供了 一款修复我们细胞 DNA 基因，然后真正能够延缓老化，甚至延长我们健康寿命的真正非常棒的一个保健品啊。那这个保健品呢，我们的名称叫做配全精华醇，那英文叫做 Reserve。这个产品呢，非常非常的神奇。它是很简单的，由七种天然的水果系统所合成的八种的成分。那透过了我们天然的水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把拥有身体的健康，我们要每天要多吃很多种的水果。哦，我们在台湾有计划的一天五蔬果，疾病越多；一天7蔬果，医生越多。哦，所以水果呢，对我们身体的细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配全精华醇呢，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说，它是透过了7种的这个水果里面，它浓缩研发出来，发现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在21世纪被我们的哈佛大学跟帝国科学院研发出来的，真正产生发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天然的植物化素，叫做白藜芦醇。这个白藜芦醇是在葡萄酒里面被发现出来，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心血管疾病跟所有的呢老化的疾病都有很棒很棒的功能，所以因为这样被发现的白藜芦醇，那么才这样才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革命，健康的革命啊。那美商集市呢，今天所采用的这个配全精华醇，它呢就是因为透过了这7种的这个天然的水果，那交互的作用，然后产生了白藜芦醇的交互细胞的优化作用呢，啊，然后呢，让所有的身体机能变得非常非常的棒，然后甚至呢，透过我们基因的修复，能够让我们的什么免疫力快速的提升，代谢加强，然后呢，它的抗氧化能力呢，不是一般所有的保健品能够比的。那我们知道，抗氧化就是抗自己，啊，所以说。人体的非常将近有200多的基因，因为身体自由基过多。那美商集市的配全最主要是在抗脂，好，这样。那在市面上呢，有非常多的类似像白藜芦醇的产品。那美商集市今天掌握到最大的优势，能够35秒就能够贩售一盒的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呢这么大的一个销售量，是因为我们还要掌握到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技术，就叫做悬浮凝胶技术。透过我们这个悬浮凝胶技术呢，我们能够很快速的5秒到15秒之中，走我们的口腔黏膜，走我们的淋巴，到我们血液的红血球，快速吸收，让你的养分完全吸收，这是我们最棒最棒的地方啊。再来就是我们配全一包的含量啊，一般含30毫克的毫升的好含量要高达160毫克，这是非常高剂量的一个白藜芦醇的存量，所以说呢，这是非常棒。那么证实呢，每天使用我们的配全精华醇，不但让你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它还能够修复到我们体内的 DNA， 能够延长我们身体我们的
健康说，15岁到20岁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就是内我们所谓的由内而外的身体细胞的修复机啊。好，所以说呢，当然美商其实所生产的所有最高端的生物科技都是在掌握未来的科学。那么我们陆续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很棒的产品啊，一直研发出来。举例来说，在中国大陆呢，或是或美国那个 AMPM 在修复我们的关节跟肌肉。那我们还有一个最棒的一个排骨产品 ，Octagen 就是青苹果去浓缩研发出来的青苹果胶。这个呢，经被的我们的诺贝尔的执行长麦克诺贝尔他所背书的，他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为100%的重金属。还有我们的辐射线，还有我们的化学。我们知道，我们人细胞会生病，很多是因为污染而来的。所以说，你要让你的身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你必须要先排库，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呢，那我们要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延年益寿，必须要使用我们的青苹果，用药来做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排毒，把细胞的。毒素排干净的时候，再用我们的白藜芦醇好好的做补充，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缓衰老，然后一点走。好，所以这位非常有福，我们美商其实拥有这么好的医学团队，然后掌握了这么棒的科技，所以让各位能够先享受的我们未来的科学。好，那这就是我跟各位来分享美商其实它现在在市场上的抗衰老生物科技的最大的优势。好，那么当我们掌握了第一个。成功的关键就是用实际的品牌的时候呢，当然我说过了，第二个关键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关键是你要掌握一个完善的化学系统。那今天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跟各位来介绍，通过10年的努力，我们知道呢，我们美商其实在我们现在创造了一个我们一个领导人创造的 US 的全球创富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系统，非常简单。好，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创办人。这位创办人呢，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网络的女神，叫 Kim Queen。她本身就是个美籍的华人，在还没有接触美商其实的领导我们的之前呢，她在互联网的电子商务这一块呢，已经有20几年的成功经验。好，所以她曾经把网络营销的这个市场打到扩展到全球将近100个国家，创造自己的。那么在他这么成功的过程当中，他呢为什么要来创办 US 全球的创富系统？因为他要为一群全球有梦想、想要改变人生的创业的朋友点灯照，所以他创造了我们这个 US 的创富系统。那他更呢提倡了一个非常棒的核心文化，就是爱、感恩跟奉献。我们认为没爱，寸步难行；有爱，怎么样？长期不足。所以。一辈子要感恩奉献。我们呢，我在这4年当中对他的熏陶，他一直是我的标杆跟学习的榜样。好，那在我们台湾呢，著作了一本《让梦想飞翔》的这个书，非常的畅销，现在还缺本，还缺书呢，就是给激励了一些想要梦想、想要成功的人，过来通过这本书呢，把他的生命的历程呢，很简短的，要走摸索的路，够走一个成功的经历。好，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他，谢谢他。透过他呢创办的这个创富系统，他很简单，就是要帮我们这些平凡的在我们未来的人生事业当中啊确立一个导航。各位 GPS 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相信我们开车，我们有一个 GPS， 我们就不会嘛，我也没有方向，我也找不到方向。那么透过呢我们这个这么棒的一个教育系统，好，我们第一个因为是创富系统，我们有一个警报啊，那么。我们随时在提供给最新最新的讯息，商业的讯息、创业的讯息跟正确的讯息。那我们提供给你非常简单的、有效的工具，很小的工具，让你们呢跟随是可以的。哦，那这个当中呢，当然我们会增加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专业的新的知识。那透过了我们US全球的创富系统，给你正确的讯息、运作的讯息、有效的工具、简单的工具，然后加上专业的知识。产生了一个循环的正面的能量，正面的能量，这个就是真正我们美商其实就是超级好，真正的什么，真正的这个好的地方。好，所以说各位，你今天假如认同的美商其实我们这个品牌，千万不要再摸索，
就跟着我们完善的系统跟听话照做，你很简单的你就可以成功。好，这是非常棒的。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乌龟创办的一个创新系统。这个创新系统我本身就是一个受益者。好，我们看你现在我们目前透过这个视讯也是在我们的系统的工具的这个环口。每个分公司全球呢都会有一个是吧培训系统会议系统。好，这是非常棒的哦，这样子让你简单的就能够重视。好，好，好，那么透过了这个系统里面，这一章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美国的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他所调查出来的。你今天我们要成就一个人生成功的事业，你需要掌握三个完美的组合。第一个是需要拥有跨时代的生物科技，美商其实今天提供给你。你必须要拥有一个革命性的商业趋势平台，美商趋势平台。你要拥有一个完善的创富系统，除了我刚刚讲的创富系统的教育系统之外，接下来我们要提供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人性化的创富系统。哦，所以说呢，美商趋势真的真的我太感佩了，太感动了，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那么所以呢，你假如刚刚经过我跟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你是一个很想要成功的人，那么千万记住一件事，还要掌握到一个成功的钥匙的启动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进家门一定要有钥匙，开车一定要有钥匙，对不对？所以当你掌握到这个趋势的机会的时候，你不行动，你不主动的话，你不启动这个钥匙，一切都是等于。好，那美商其实要启动这个成功钥匙非常非常的简单，只有两个步骤。一个，你要赶快来加盟，因为美商其实是一个交互式网购的加盟平台，哦，是创业平台，所以你必须第一步要来加盟我们平台。好，那第二步呢，我们是一个消费性的平台，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先使用产品，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一套适合你的最佳的套装。好，这是你的步骤第二步。好，好，那么当你加盟网店，你知道吗？全世界我还没看过这么便宜的加盟金呢，啊，要32块美金，你就可以加盟一家全球的网络的连锁，看出来了，这个专业店、专卖店啊。那你当你32块加盟之后呢，美商其实呢，除了可以提供所有产品的批发价6折以外呢，这第一个，它提供给你一个全球性的超过21种语言的个人网销售网店，还有你个人的后台的网络办公室，也就是说，你成为我们的加盟商之后，当我们的老板之后呢，你不用再请任何的人事，或是财务，通通不用，通通由公司帮你掌控，这样太棒，真的是太棒了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给你一个美国的独立的美金的账，一个独立的电子钱包账，透过这个电子钱包的账，你可以自己划分。你所盈利的所有的利润，你可以自己使用，可以转到你的什么？转到你的银行账户，你甚至可以应用公司提供给你的银行卡，在全球各地领当地的货币。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提供给你一个全球你个人的网络购物车的平台，啊，这是非常棒的啊。那第二个呢？当然你要选择你最佳的套装，这边呢，当然。我说过的，你有两种选择，你觉得我们的商品非常好，你不愿意经营可不可以？可以的，就单纯的当消费者，就购买你的体验套装就可以了。啊，2个月到3个月会让你完全改变。第二个，你认为这个除了是一个很好的商品，我除了要使用之外，我想要推广可不可以？可以的，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商务套装，它除了2套到3套自己使用之外呢，还有适当的备货，让你的什么去推广啊，就是这样啊，两种。好的，那么透过了我们的整个的加盟的动作完之后呢，我现在要来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创富的系统里面的真正革命性的潜入商机。因为呢，我们美商其实如果你看懂了，它提供给你不是只有1种的收入而已，它提供给你多达5种的收入，太神奇了。那这5种的收入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它是照你个人的时间能力跟你的分配，你想要多少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你
所以说美商其实今天提供给你的创投的制度呢，它是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公平，我非常的喜欢啊。那我现在呢开始简单的在我们创投系统里面一个简单的跟各位做介绍，当然我用口述的，如果各位在我们详细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如果不清楚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方法，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去请教今天请你来上网来看这个事情的一个领导人，好不好？可以更详细去了解啊、哦。我这边只能简单的把它的这个轮廓告诉你。那么第一个，什么叫做消费收入呢？我简单的讲，就是零售利润。我刚刚有没有讲，当你加盟我们这个平台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全球六折的批发价。那么当你这个网店让你的朋友看进去看到的时候，他看到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原价，中间会有四折的差价，这个就是你的零售利润，这样清楚没有？但是这一块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是不跟朋友赚取这一块的，因为美商其实他是不做零售的，这点啊，我们不赚朋友的钱，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讲推广收入。好，这点也非常就是一次性的收入啊、哦。那美商其实跟一般传统的行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并没有请明星代言，没有打广告，各位说是不是？那么谁是明星呢？谁打广告？就是你本人。所以你要透过你来去做推广跟分享。所以美商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分享的什么事业。那么你只要呢告诉你的朋友，在带领这个全球抗衰老的网络连锁的专卖店，请他上网，他看到了，他呢可以加盟，也可以不加盟。哦，当然他加盟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成为你的加盟店的。这个时候呢，他所买的套子，那么公司呢就会拨给你一次性的什么推广收入。他呢依照你的朋友他所买的套子，他的推广收入一次性有25块美金到500块美金不等。啊、哦，依照他的套路，啊、哦，这是一次性的。但是呢，这个一次性的收入，你想想看，假如你推广一个伙伴加入加盟了以后，他你有一次性500块美金的收入，那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收入，对不对？而且呢，这是即时性的现金流，非常非常的棒啊、哦！我说过他一次性，但是呢，当初呢会吸引我来做即时的这块平台，我看到他的财务收入并不是一次性的消费。我看到的是它的持续性、被动性、倍增收益啊、哦，所以接下来重点要讲市场收益。什么叫做市场收益？很简单的讲，因为现在是全球村的时代，对不对？网络没有国界，那么我们是一个网络连锁加盟的世界。当你成为我们的网络的消费商的时候，你有资格去怎么样推广跟招商，对不对？加盟店就像麦当劳一样，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市场收入就是依照您去推广，然后招进来的你的加盟商，透过你几个朋友他们去加盟，然后每一个加盟商都可以还无限制的去加盟，所以只要透过您所加盟进来的加盟商往下去串联几个朋友，串联到比如说我台湾串联到中国大陆，有可能串联到马来西亚，全世界。我们说过的美商其实的市场是全球的70亿人口，所以说有你几个朋友串联到朋友的朋友，甚至到不认识的朋友，往下面所延伸的每一家店，只要在你的网络上有消费的，我们通通会把你换算成美金的积点，然后呢，这个就是无限收入的持续性收入的市场收入。那么透过市场收入最棒的地方，它是一个没有限制去没有限制人数的那个市场，哇，太棒了！我一辈子没有看到没有限制的、没有区域性的一个市场，让我无限的串联。所以说呢，我很庆幸的呢，透过3年多的时间呢，我因为介绍了10几个、20个朋友来参与这个市场，我透过3年多的时间，我能够串联到全球目前有15个国家，将近8000个什么加盟店，哦，非常棒的啊、哦。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我不认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在跟我的朋友讲。当你看懂美商趋势的时候，记得它是个24小时的全球市场，所以你在睡觉都在赚钱，而且在赚年纪的。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伙伴勉励，你要做的越久，怎么样，就领的越多，睡的越久，就领的越多，就是这个
市场收入。当然我们是一个辅助的这个收入啊，所以透过市场的收入，你简单的几个人脉，你透过无限的延伸串联的业绩，你一个月最多最多，我们是秒结周周领，一个礼拜最多可以领26,250元，也就是说一个月最高的收入可以105,000元，哇，太神奇了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会因为几个人脉、几个人脉的串联合作，串联到全世界，你就有机会一个月领到10万块、105,000元的收入。这个我相信，这个收入不是一般上班族、一般创业领得到的啊，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最后最吸引我，让我2天3天睡不着觉的，就是这个管理收入。我刚刚讲，市场收入是有限制的，因为它是互助的机制，每一个人积分共享，所以最高每一个人只能有10万块、105,000元的收入。但是呢，这个管理收入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它是依照什么？依照你所找进来加盟的这个网店，你负责辅导他们的收入跟你有关系的。我简单的讲，假如今天是麦当劳。先招商的一个加盟店，先招收进来的，那你负责帮他培养跟管理，将来这家麦当劳他每个月的净利啊，你就会得到他净利的20%到30%，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收入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是通过十几个朋友邀请他们来扩充到全球15个国家8000多个会员，但是我真正我找进来跟我合作的直营店呢，大概10几家20家。20家，将来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我都可以领取他30%。好，那么更棒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延伸起体，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入，它是没有限制的。像我们的网络女神，我们的标杆，当然不能讲出她的收入，她就是因为这个管理的收入，她一个月的收入超过100万、150万美金的，太神奇了。所以说，在美商其实它是可以让你把梦想做大。收入扩大，所以你收入没有限制的，依照你的能力，而且你必须要找能力比你好的人一起来合作。那最后一个叫做分红收入。我们有看过一家公司，我们才花一点小小的钱，用时间跟人脉去做合作。当我们努力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升到我们的钻石的时候，公司马上把我们纳入我们的股东的行列，每个月、每3个月分红一次。而且是全球总业绩的3%，各位，这真的是拥有的钻石。各位，我们的革命的收入来源，你看懂了没有？我相信你有看懂的话，像我这么兴奋的告诉你，我3年都睡不着觉。我常常在台湾跟我的伙伴讲，我这下子我做结石以后，我以后要贫穷反弹的。如果你看懂的，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我们常常讲的，就像我们台湾的林钻石讲的，你做结石，你要坚持3年到5年。以后在美商其实会只有2种人会产生，一种就是你是富翁，一种叫做大富翁。请问你要做富翁还是大富翁？好，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美商其实现在，那么最后呢，我必须要跟各位来分享最后的一段，因为在我看来，美商其实在3年多前改变我的人生。假如在座的各位，你们想对你未来的人生有改变？那千万要掌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商机。好，那么所以最后马云，中国大陆的马云为什么能够有成就？我常常跟朋友分享，很简单，成功跟失败的人往往会历经过4个阶段，对不对？那么第一个阶段叫什么？叫做看不见。当商机跟时机来临的时候，成功的人看见了商机，但是失败的人他往往看不见。各位认同吗？更惨的是什么？当时机来临到你的面临的时候呢，这些失败的人竟然还看不懂，那更不用说还有人怎么样错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网络平台的商机，电子商务看成传统销售概念，然后呢看不起这个行业。所以呢，你假如那样掌握失败的人生，那我告诉你，跟美商其实就是蛮缺缘的，最后就一句话送给你，就是来不及的啊！所以最后呢，谢谢各位今天线上的所有的来自于全球的所有伙伴、家人们，今天这么耐心的把它听完，我讲的速度也非常快，
我也不晓得你们讲的会听得清楚没有，我非常的感谢你，希望透过这个视讯呢，能够呢对你们的伙伴有所帮助，透过这个视讯呢，能够把美商及事业扩展到全球。最后，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事业什么蓬勃发展啊，然后很快速的晋升到我们钻石行列。谢谢各位，大家。